现场马会为奥运会及残疾残奥会马术比赛建造的世界级马术场地，以及在赛事期间提供的后勤支持及专业服务，获得了国际奥委会的高度赞誉。马会善用在马术运动中的先进技术和举办奥运会马术比赛的经验，在为亚运马术比赛建设场地和竞赛设施提供技术资源。我们相信与广州及亚组委合作，将会举办一届精彩的亚运会马术比赛。这次备忘录的签署意味着香港赛马会正式参与广州亚运会马术比赛场地建设、赛事技术支撑和赛后利用的相关工作，必将对广州亚运会马术比赛的筹办产生重大的促进作用，争取为亚洲人民展示一届精彩的亚运的马术比赛。